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的话想给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我在塔斯马尼亚租的一间房子。那很多网友会很好奇说，为什么你会租到130美洲那么便宜的一个房子？然后我想说的是，这个房间我是跟另外一个女生共同 share 一个 room 的，所以说它的性价比相对来说就会比较还好。然后这整间房子的话，一共包括我的话，一共是有7个人入住，所以说我感觉它的容量还是蛮高的，就是那种低头不见抬头见，所以说你必须得跟你的 roommate 处理好关系。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塔斯马尼亚的 Longford， 那我现在租的这间房子的话是工厂，就是他帮我们代租的，所以我们就不需要自己去额外找房子租这样子。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就直接带你们去看里面长啥样吧， Let's go。 然后房子的话是位于郊区，然后这边的话是入户口，往这边台阶上去就是我们平时经常走的地方，然后我们对面的话就是一个 gym， 可以健身的地方，然后附近的话都是居民区。那在这边的话就是我们平时晾衣服的地方，有太阳的话基本上都会在这里晾。然后这边的话是厨房，厨房长这样，然后它是一个开放式的厨房，这边的话可以吃饭，然后也可以放菜之类的。往这边走的话，这里也是一个就是可以吃饭的地方，然后在这边的话是一个 living room， 就是平时休闲看电视的地方。然后这边的话就是可以放东西，放一些自己的日常用品。然后这边的话是冰箱，冰箱长这样子。然后这一层的话是我的，然后再来这里的话是也是放东西的地方，然后下面这两层是我放东西的。那往这边走的话就是一个就是卧室了，然后这边的话是我的房间，我的房间长这样子，因为他是跟另外一个女生 share 一个 room 的，所以他是有两张床。然后这边的采光还算可以，早上的话这边采光不是特别好，到了中午跟下午这边采光就非常好。然后再来这边的话就是放衣服的地方，然后这里是放一些护肤品跟化妆品的地方。然后这边就是我放行李箱的地方，因为现在另外一个女生还没来，所以的话现在这间房间就是我自己一个人住，然后等她来了之后就是两个人住在这一间房间，所以来了之后可能会感觉比较拥挤吧。现在一个人住的话就感觉还好，就感觉130美洲还挺划得来的，然后两个人住的话就是会可能会互相影响吧。反正我觉得如果能租一个人一间卧室的话，肯定是一个人一间卧室会更爽一点。然后这边的话是我们的洗衣房，就是 laundry， 平时的话就在这边洗衣服，然后洗衣液的话从这里，洗衣液的话在这里有。然后这边的话就是卫生间，那再来这边的话就是我们的浴室了，然后这边的话是我们的洗漱台。澳洲这边的洗手池它都是两个旋钮一起的，那不知道你们对这个130美洲的房间感觉怎么样？这个价格我感觉是还 OK， 能在我的接受范围之内，因为毕竟在新西兰的奥克兰
每周的价格基本上都是维持在200上下的，所以我觉得这边的130每周就还好。然后这边的话，离那个 IGA 跟一些公交车站地方都还蛮近的，大概走路15分钟之内就可以走到了。所以我感觉这边的话，对我来说性价比在中间这个层次。然后希望这期 Room Tour 你们看得开心，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